大夫，我还跟他交手呢。 大不大？何意？我问你，这果子大不大？不大，不大也。子弹！别动！你们脑袋肯定比这果子大吧？ 砰！哎，兄，别动！啊！别一逼！我跟他讲说在哪里。 兄，啊，陆达，啊，咱们走的可是一条绝路啊！对啊，是绝路啊！这绝路是你哥给我们选的，而且大河在底下接应呢，你赶紧快快快快快！在底下，啊，你们俩先跳，我先给我，我要好好的跟他们干一架。给我陆达，陆达，下去！你们这两个兔崽子！ 我掩护你，你先跳。好，我给你客气了啊。走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孔老师说一定要学狼牙山五壮士。狼牙山五壮士跳的时候是要喊口号的，不然话就特假，感觉咱们有死一样。是啊，咱必须得喊。那狼牙山五壮士跳的时候喊的啥？我听世纪报告的时候，他们喊了两句，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万岁，一个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你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两个都太大了，咱们都要小了说。那你喊什么？嗯，那这样，我来个。 保卫虎头山，行了，你甭管了，我自己喊。再见啊，走吧。保卫虎头山。
我们说条件条理，他们不是最爱跟我们同归于尽吗？是不是不愿被合作后，交换人质失败，回去没办法跟将军交代。 根据常规判断，肯定已死，人无法在水下长时间憋气。但是，什么尸体没有浮上来？藤山总座，你认为有没有必要下去确认一下？如果能确认，当然为好。但若下面有潜流涡流，我们下去岂不是也会被卷走？这个不怕。 登山中佐，你好，队长。将军说不用交换人质了，立即收兵回去。为何？瓦格纳教授已经在他的房间找到了。哪里？